Shit.舒服呀，这把有发育空间，下路没打过。 开意是飞着走的，你看这小短腿，我操，灯冒烟了，兜着走路，还挺好玩的。小大腿灯冒烟了。 嘿，中了，电刑处罚，急如风。 完了，小火龙踢下去了吗？这是怎么会出现在下路啊？哦，是分身吧？这边有Nico，我说小火龙去下路是不可能啊。 一刀中，没关系。均衡，存乎万物之间。又中了。 别哭了，哥，别哭了，哥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打后面那个呀，兄弟。
差点把我哭死了。可以，两个都杀。Good， 来这么快，兄弟。准备。刚好钱够了，回吧。这把这边这么多脆皮，它应该是变蓝的。锁住了。啊，我还以为抢到了呢。病跑不掉啊，兄弟。我应该要出法穿鞋，而不是出 CD 鞋，对吧？能不能出 CD 鞋？理论上来说也能。
应该在下路，这个蹲一手应该能蹲到。拉得出来吗你啊？还在追我？八杠一杠一，五杠零杠三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帽子太贵了呀，帽子3600，我就3200块，哪里是我买得起哟。我说怎么小兵好像多了一个，我操，没事，反而还杀了一个卡莎，哈哈，我直接一个电刑把他给电麻了。这把不全是 AP 吗？不出魔抗出啥？来个女妖呗，又有法神，又有伤害，再搞个法神棒，激活了。
要利用好暗影。那我下班也要当 CS 了呀，尽量没有那么 CS 吧，啊，应该说尽量不那么 CS， 玩好就还行。
我不能上去啊，我上去就送了嘛，我就是一晚。